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好。啊，真恭喜恁，伫这个最后的时刻吼，会向来参加这个授训啦吼。恁这初级班无读过的，请举手我看麦。初级班也未读的。哦，好，好，好。台湾话听无的，台湾话有听无的无？哦，台湾话听无吼。小可会用听啦哦，哦，无完哦 ，OK， 啊，我知影，嗯。我今仔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这个，台湾的国际现实，台湾国际地位是啥物啦？哦，今仔日因为足侪也是初级班无读过，所以我要将我们的华理法理哈。从头啊到尾，阁甲咱做一个总复安尼总整理啦吼，互咱知影即个到底台湾民政府是咧讲啥啦吼，啊迄个法律理论基础是对，我要互咱做一个安尼重新的对头到尾的即个，互咱会当阁较理解讲，到底台湾民政府咧主张的是啥？啊，伊的理由是对。有是咧黑白讲的，还是有国际法律的？咱来到这吼，都爱不是用选举啦吼，哇，什么什么，对不？对，不是咧用这个情感因素啊，选举因素，咱是咧讲正式的理论，国际依据是所在，我来甲大家做一个参考啦吼，做一个介绍吼，这是我要讲的。目前，哦、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是什么啦？哈、哦，伫这个要讲这以前，哈、哦，我，哦，来，这个是啥 ？TCE 是啥？啊 ？TCE 就是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哈、哦，台湾民政府，哈、哦，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哦。这个组织称呼做台湾西部 government， 伊的代号是 TCE 啦哈，台湾西部 government 哈。伫开幕的城市内底，咱昨天晚上有来，有开幕城市，先爱唱三条歌，哦。第一条歌是啥物？临时国歌。临时国歌，这个台湾民政府的临时国歌哈，是用出埃及记 ，Exodus， 伫 Exodus 上哈，台湾这个来做咱台湾的迄个临时国歌了哈。啊，咱咧唱，啊，伊到底咧讲啥，足侪人唔知影了哈。啊，我将这个歌的内容，甲翻译出来，互咱看有啦哈。这个歌。哦，伊讲 ，This land is mine， 这地是我的土地。哦，啊，上帝给我这块土地，给我这个勇敢古老的土地，当朝阳哈，照伫丘陵与平原上的时候，我看到啥？国过来这句上要紧，就是每一条国歌一定拢爱有的一个迄，就是这個。一个孩童可自由奔跑的地方 ，the children can run free， 自由的所在，即每一个国家的国歌，啷个美国国歌啊？安尼，啊你个什么？纽西兰的国歌也是啊。但是那是君主立宪的，总共日本、英国，迄皇帝因都无咧讲自由，因迄个国歌拢咧讲吾皇万岁，万万岁，差不多哦。那皇帝的国家就是啷个？但是那民主的国家。一定拢这里，这足要紧。我一直要强调这吼、個，这个因为咱这个国歌还袂定啦，吼、哦。来啦，一定要有一个国歌。我今天稍微介绍讲国歌到底都爱有啥物具备什么条件。In case， 那即使恁老好朋友会用作曲，会用嘿，
你应该传达这个信息。哦，国歌台安那安那，我来简单讲个。啊，你若有朋友样子，咱今天要决定咱的国歌是到底是啥啦？啊，所以你若今仔日读了知影讲，哎、欸，国歌台具备啥？啊，你会顺啊，甲恁的朋友讲，还佫一个期间吼，当来做这个咱的国歌啦，吼、哦。咱国歌到现在还没有定，咱我真有收到，敢若几篇啊呢？人安尼讲讲的，有人已经用来了吼。啊，还袂做最后的 final 的决定了吼。来，请带领我这个可爱的土地。我虽然只是平凡人吼，我只要伫你，但是只要你伫我的身躯边带领我知影我会变得更坚强了吼。啊，将这土地变成家园。如果咱俩必须 fight 战斗哈，我要奋战，将这土地变成自己家园，即使奋战至死，这是我的土地。这个就是我们的临时国歌《出埃及记》以来的内容了哈。啊，咱用这个多下咱的情况，所以咱即卖将这个做咱的临时国歌了哈。啊，第一条唱这個，啊，第二条唱啥？日本歌，是啊，哪个都爱唱日本歌。对，后壁迄句足要紧哦。这个土地是日本的，安尼是唔对哦。哦，我等下讲迄个，是啊，哪一定来讲天龙。哦，这个土地唔是日本的呢，是日本天皇的呢。哦，这间公司是董事长的，唔是总经理的，总经理是董事长请的哦。哦，这咱拢会当知影。日本的首相是天皇，甲爱甲任命呢，吼、哦。虽然即卖是形式上的日本，因为这叫麦克阿瑟吼，麦克阿瑟甲限制天皇的权力，甲限制掉咧，所以只有形式上爱甲承认，由即个首相有哪爱去甲日本天皇报备啊，因为去了，还佫进日本天皇，还佫受即个和平条约。会限制，所以天龙心无象征性的尔啦，吼，无习惯啦，吼。来，第二歌一定爱讲这个，吼，キミがようわ，吼，这个，1914年吼，到1945，咱在1945是啥？日本战败，诶当啦，吼，伊就是，麦克阿瑟吼去到日本吼。有人讲讲，你袂使唱日本国歌，甲停开呢。有人叫停伊哦。日本国歌有人讲，你袂使唱，到当时才开始唱。19998月初到国会才通过讲，好，咱阁开始来唱咱的国歌安尼呢。哦，麦克阿瑟有人去甲挡，唔好唱国歌呢。一个国家唔好唱国歌啦，吼、哦。啊，到1999年8月13号。安尼，这是差不多安唱几档啦，十六档啦，吼，才唱过唱十六档尔啦，吼。今仔2015嘛，啊99拄好十六档嘛，吼，到今仔日，吼，伊32字啦，吼，32个字，吼，32字，短啊，吼，咱有唱过，啊，但是这歌词我讲的唔免去了解，因为这就是差不多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个，吼，现在。第一世代、千代、八千代，我甲祖父那迄个几个千代吼，哎呀，来32字，这个歌敢是全世界上短的歌？啊，你有敢是？好像是哈，嘿，全世界上短的哈，不是，全世界上短的国歌有一个国家，伊的国歌足短，20几秒呢，哎，嗯。这个国家叫做乌干达，哦，乌干达，啊，这个伊的歌吼，足好听呢，伊的歌足好听，但是吼，我唔敢甲用出来，因为伊这个国家足奇怪。你若甲，你伫恁兜听袂要紧哦，你若从我这港口，啊，一个甲用出来，我要去甲交版税，哦，啊，我若甲报出来，我都要去甲交版税啦。啊啦！伊这个国家就是安尼，人拢爱讲啊，爱唱我的国家足欢迎。但伊这个国家唔是，你何里唱？你若公开假唱，
爱情，爱情哈，乌干达啊，恁若要听，恁的电脑转去，啊，甲拍乌干达，哦，啊，连声送，啊，甲吉利，啊，都有在听，足水的这歌，这是这艺术歌啦吼，这是一个艺术歌，恁转去家己看卖啦吼，这乌干达的国歌吼，你啊，中文有哪会使？乌干达国歌，啊，你要听，哦，那电脑会用，吼，你要甲听这个吼。啊，第二块，因为这个土地是日本的天皇的，所以咱第二块歌唱啥？啊，第三块歌唱啥？美国国歌，是安那爱唱美国国歌？迄是对讲的，倒位讲的，讲伊是占领国，倒位讲的，香港的，啊？哦，啊你。啊，讲个根据什么来讲诶？你爱要讲爱有根据啊？伊会根据你对？马关条约是讲日本诶呢？马关条约是讲日本诶呢？对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旧金山和平条约诶，第几条写诶呢？古今双合拢总27条啦吼，27条。我刚才要给咱记3条呢，吼、哦，对3条呢。第二条二 B， 吼，第二条啦。啊，搁一个第4条，啊，搁一个23条，吼、哦。哎、欸，落落长哦，你唔免讲哦，因为第几条你讲啥，第几条你讲啥，你刚才记是啥？2、4、23，第23。诶，内底写着讲，台湾这个土地 ，chief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是对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诶，古今双方正式写的哦，这个土地是美国占的哦，占领的哦。不过世界条约内底无去写着台湾的代志，如果最后。在《古今双和平条约》内底写讲，这个土地一、二、三条写讲，这个土地诶主要占领全国是美国，啊，美国甲委托蒋介石来代管，哦，迄、那个国际法律是安尼啦，美国甲委托蒋介石来代管，啊，所以你讲这个土地是美国管理的，美国占的哦，根据啥？唔是伊讲的，唔是伊讲的啦，唔是民政府讲的啦。是根据国际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的23条讲的啦，哦，这大家爱在讲，哎呀，现在看日俄美战，是美战是对对讲的，国际条约内底《旧金山和平条约》的27条的中间的第23条，写讲这个土地，台湾这个土地是由美国来占领。啊！个国世界条约内底无个讲着啊，最后一摆诶，世界条约，咱咧讲在讲国际法律嘛，国际条约嘛，国际条约过，迄、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讲了以后，无个再有世界条约讲着完这个土地的代志啊，所以最后迄个讲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23条内底讲着美国。是 chief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哦啊、所以咱那第三条咧唱在美国讲 ，Oh, can you see？ 哦，啊，你一直咧讲这個，啊，唔知咧讲啥，我即摆个翻译出来吼，讲、哦，哦，你可看见吼、哦，透过一线曙光，我对这什么画出欢呼的呢？随着宽条明星抱着一夜炮火。哦，底下想，哎，是安那个国歌咧讲炮火？美国的国歌是伫什么时阵做的？美国国歌是伫迄阵咧对抗英军的时阵，当咧烧战的时阵，迄阵做出来的歌。啊，所以伊吼、哦，迄阵也搁咧，也搁美军含英国也搁咧拍的时阵吼，咧要烧战啊，咧啥？哦，啊，所以迄阵做的国歌，就是表示伊阵也搁咧战。啊，等一下，你看火炮闪闪发光，炸弹轰轰作响。他们都是见证，啊，见证安那国旗安然无恙，哦，来，你看新条旗还不是高高飘扬，咱走一条新条旗，还搁底下咧飘扬，啊，搁过来一股，
国家一定要讲到啥呢？这在自由国家勇士的家乡，哦 ，free country， 这里 free 就要紧的，一个民主国家吼，伊做一定要表达的就是 free， 自由，自由，这重要紧哦。所以你美国国家伊嘛是写讲，在这自由的国家勇士的家乡，哦，自由，这个国家来的一定要有讲到这个自由，哦啊，恁即卖若要拜托人客吼，拜托人客，你都爱讲。内底一定爱有自由，哈、哦！阿哥现在呢，唔通上长啦，唔通落落长啦。底底啊，人咧二十五岁，有那世界足水的国家啦，哈！哦，啊，底底啊，啊好强，唔通你都上过困难的啦，哈、哦！上过困难，啊，就精神爱好，国家拢爱安尼嘛，哈、哦！哦，用这个，用这个，来，这个是，我特别今仔有要阁介绍这个啦，哈、哦！这个唔知道你捌无这个？啊，这什么人？萧泰然，你各位贵姓了哈？哎、哦欸，啊，这是我的学长啊，伊即卖登来台湾的时阵，伊两当半前登来，萧泰然大师，伊登来学校，啊，我跟阮太太去甲给人家，伊阵已经坐伫轮椅的顶面，看我翕的了哈。两当外前迄阵就坐伫轮椅了，伊阵就是搁登去到加州，啊，就是特。进出出 ICU， 加护病房，啊，伫加护病房出出入入，我有咧甲拜托呢，拜托讲，你看为阮做一条啊台湾的国歌啦吼，啊，伊就讲啊，我真个身体无法度啊啦吼，伊真个身体无法度啦，伊吼无法度国为台湾，啊，但是伊较早有做一条啥呢？台湾翠青嘛吼，这台湾翠青，欸海边有西南海边，这条基督教的紧急搜一下，我看一下。好、哦，这地在基督教内底已经流行一超二十档啊啦，就是尤其是即卖过新了吼，众迄、那个伫台北的东门教会咧开迄个礼拜的时阵、哦，我有哪有去参加，有哪拢唱这地，伫美国。伫二十诶，七七十四，三月十四，伫美国诶，迄个 Huno， 迄个中邪嘅孙，有哪拢咧唱即个？啊，所以即个最近一直喊起来哈、哦。来，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岛台湾翠青，早前受我帮统治。建国大地出头天，共和国献完的基础，四族军平定三峡洲，人类文化世界和平，国民向前贡献再连。这个歌已经。看咱事实上诶，台湾的现况小可有脱节啦吼。伊即个什么四族群啦，什么迄个早前外邦通知即摆要独立，台湾敢会当独立？别日啦，也未当。是安那未当独立？看中国你若国讲中国唔卖讲大陆啦，迄是中国啦吼。大陆是对一个大陆，美国大陆呢？啊，大陆啊，迄美国大陆啊，哦，是对，迄是中国呢，哦，唔是恁的大陆呢，迄是中国，哦，那即卖以后这观念要改变，迄是中国，唔是大陆，是美国大陆，啊是对一个大陆，哦，爱搞清楚了哈。这个他的这是萧泰然者，1993，我到近二十多年了，这条有那足流行了哈。啊，这个作词是郑而玉，第二个牧师哦，这两个拢最近都拢过身去了哈，都啊当拢过身，拢过身也袂七当的了哈。这个时候半当前过身，郑而玉牧师，啊，这是一个月前过身的，啊，我甲迄阵。要袂过身，我就拜托伊就讲无多啦吼。啊，所以我用这个咧介绍，就是要让恁讲，有好朋友，
会向音乐个，还阁时间久，你还阁一段时间嘞，拜托因偷偷啊来做，啊做做嘞，寄来这個，啊，阮来做评审，啊来到尾选一条国歌，吼、哦，做咱台湾政府个国歌，吼、哦。哦，来这个，这个，因为我伊过身了吼，啊，我去查迄文献，佮一直查一直讲，哎、欸，这个人才是足伟大呢，伊安那呢，代表台湾人的精神吼，啊，伊是世界足足强的一个音乐家啦，吼、哦，甚至有影伊做的歌，啊，尤其是啥呢，伊做的歌拢是台湾心，拢有台湾心啦，吼、哦，伊做的歌，伊这个伊。1938年1月1日在鳳山出世的啦，吼，啊，伊是叫做讲，啊，伊迄个，因阿公是牧师啦，吼，啊，因老爸是齿科医生啦，啊，因妈妈是钢琴家啦，所以伊从细汉就开始就妈妈就一直跟他教迄个安那弹琴啦，像以前几岁啊就开始咧弹琴啦，吼，啊，然后是有伫长老教会，这个。因太太哦，这格林族哈，高仁慈哈，喂，哎，格林族是哎高中，你们才捌听到高中嘛？啊，唔捌哈？台湾人第一个信基督教的，就是这个人呢。第一个信基督教的，就是这个。哦，啊，这个伊的囝也是牧师，啊，这个。啊，牧师啦吼，啊，所以伊个太太诶，阿祖就是即个台湾人第一个信基督教诶。伊第一个是安那信基督教，伊迄个台湾基督教入来算是迄个1865年，一个叫做马水哦，马国诶医生来台湾啊来创立新罗病院，吼、哦、啊伫遐伊第一个去甲伊第一个去甲听，啊来归入基督教，就是即个教。高中，哦，所以伫基督教的历史内底，若讲到高中，大家都知影，这是台湾第一个信基督教的，吼、哦，就是，哦，迄差几十档的啦，迄第一个来的是马水哦，马阿国，不，哦，马阿国医师来创立，对高雄起来，啊，来创立这个新罗病院，这是1865年的代志，吼、哦，啊，伊是1867年，六。开始信的啊，所以拄啊伫迄个期间，即、這个台湾人第一个信的是即个啦，吼、哦，即个高中。1865年就是基督教入来台湾，就是迄个马水哦，英国的一个医生来到台湾。啊，马该是过差不多十年后，不，伊有那讲迄个所在的人，因老爸搬移民去加拿大，哦，啊，对加拿大，伊才过来台湾，啊！伊唔是，伊是传道士呐，伊唔是医生呐。啊！伊到尾吼，马该有厉害的所在就是，因为是算秘医啦，古早算秘医，啊是安那呢？伊靠迄个药膏吼，啊个打来吼，啊就5分钟了，慢个袂听，袂听，嘿！啊，所以大家拢要学慢出去。古早台湾人酒气有够济啊，吼，卫生也袂晓刷口，袂晓搬啊，所以出去大家落了了，啊呐，爱慢出去吼，爱打来5分钟扑着起来，所以马街诶慢出去做台湾的记录啦吼，马街伊就是有迄个药膏安打来迄个吼，好来，这鬼我都无要讲，迄个吼，我要讲一点就是啊，伊就是台南市长荣中学的时阵吼，因老爸讲爱伊过去读医学院啦。啊！可是迄个时阵的校长吼，因为他惜才吼，去跟老爸讲：“哎、欸，这个人吼，迄、那个音乐天才吼，唔通埋没吼，音乐天才袂使埋没哩。”啊，因老爸较同意讲：“好，可以考音乐系啦吼。”啊，所以去读师大音乐系啊吼，伊是读台湾师大音乐系。来，这句我都无吧？哦，伊足多啦。啊，因为吼。1980年，伊拢做，伊拢唱一挂台湾歌曲吼，拢这伊写条件呢，出头天的进行曲，啊，这条去国民党政府甲讲，哦，你想要，你台湾人，你想要出头天哦，我们当唔好等啊，伊阵去美国啊，唔好等啊，啊，所以伊对1980到1995十五当拢袂当等啊，吼，伊就是为着做这条出头天啦，吼。
你若出边正连结，一进吼，一进所有的歌吼，我简单有甲整理起，我这条足出名。1947年的序曲吼，哎 ，1947 Overture， 这条足水足水的歌，我最近甲听着伫国家音乐会有演唱吼，哎，1947年的序曲，这条恁若去网络去甲点落来听，就是这地内底有拄我食迄地。太平洋西南海边迄地吼，有台湾最近，哇！迄、那个伊唔干那写琴尔呢，伊个所有写麦尔林呢、琴梅、新民生，伊拢写伫这个戏曲内底写啊，足好势哦啊，足水个。伊过身了，较知影，大家如果讲，哎呦，哇！我这个台湾人伫世界遐有名，遐有名的一个音乐家啦，哦，这个才是有影，真正咱台湾人音乐这个伫世界足出名啦吼。这个萧泰仁哦，不是讲咱台湾出名，伫美国也足出名，伊拢伫美国嘛吼。哦，啊，这个我是整理起来，伊做的歌啦吼，拢是差不多有台湾味的啦吼。哦，啊，伫教会，伫各教会做的，伊好足侪啦吼。好，哦，来，这萧泰仁啊，伊过身最近咱台湾也是大损失啦吼。啊、我现在来讲台湾国歌的损失哈，台湾国歌的损失。咱别日啦，虽然未当独立的国家，可是最终我们可以当做什么？邦联，堪对这邦联，日本天皇下卡一个日本，一个台湾，两个邦联，哦，两个联邦共和国，一个日本，一个台湾哦，哈、哦，哎、欸，有那是讲独立无独立来。英国这个国协有几个国家？哎，啥？54，有14个。所以大英国协，你看，那个加拿大啦，什么澳洲啦、纽西兰啦、倒位啦，50几个国家拢是大英国协内底的国家，迄种嘛独立的国家。咱别日也是干两个尔啦，哦，一个是日本，啊，一个是台湾，哦，两个国家，哎，哦啊，所以这英国国歌吼，哦 ，God Save Our Gracious Queen， 就是我们那是咧保佑女皇万寿无疆啦，是不是？这是皇帝国家一定的啦吼，拢是这款情形吼，啊不来。澳大利亚这拢是啦吼，这拢是迄个大英国协内底啊，天佑纽西兰，你看，伊嘛是虽然是嘿，伊嘛是讲，愿上帝在我们的 defense of our free land 自由的土地哦，这咱大家有这印象，国歌内底拢爱讲着自由的土地，这个要紧啊，哦，嘛是自由之境哈。好，来，第唱三条歌了。哎，恁昨昏是什么人来读这个？是秘书长读的，还是小姐来读的？哦，别日啊吼，恁这去拢是做政府的官员，恁去主持会议，恁来读这个呢？咱大家即卖做伙来读了，你要用北京话。北京话读也好，台湾话读也好，做伙来读。来，爱讲，咱有两个主张，按两个立场。第一个主张是啥？是国际法律，台湾国际正常化。日本天皇保佑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若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顺万国公。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第二个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约》《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合约》《和平条约》。好，来，第一个立场是无使用暴力，也是武力，促使各种方法，和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最后一个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务，
无合作，也无配合，哦，欸，这个我伫遮吼，爱阁先说明一下吼 ，TCE， 咱拄仔遮咧讲个 TCE， 咱这 TCE 的店名是啥物 ？USMG， 哦，美国军政府，美国军政府诶，是美国的第一部，国防部哦，啊，国防部较总统系，哦，所以咱的系统是美国总统、国防部、美国军政府、台湾 TC 哦，台湾民政府哦，是咱的系统是。你看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有直接的关系无？无关系哦，看国务院咱无迄个直属的关系哦。OK， 无直接的关系哦。哦，这个系统咱来知影哦，吼。国防部啊 ，USMG 美国军政府啊，美国军政府，咱哦，这个 TCE 这个那无这个 C 吼，利用台湾 government 吼，哦，利用看卖咧，明仔载点咪去国民党政府给你掠个死，你要批判呢？你要台湾政府呢？台湾政府就是咧要独立批判的啊。咱这是 TC 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是属，所以有这个 TCE 这个 C 哦，国民党政府唔敢对咱半行，因为啊，咱啊唔是要对国民党政府讲来要革命，啥啥哦哦，哎、哦，你唔能去对国民党政府讲要革命啦，啥马上掠去死，咱是要对啥？咱是要甲美国讲来，你将。你委托蒋介石占的迄个叫，你爱还我啊！你爱去讨来还我，哦，唔是要叫你去做革命烈士呢？烈士都翘起啊！咱无要做革命烈士，哦，咱必须对我甲咱讲，咱是革命的啥？先行，哎，恁拢知影，咱是革命的先行者，你唔能去做烈士呢？哎，烈士翘起啊，无，哦，来做。革命先行者，咱是要对美国来提政权的，唔是要对国民党政府来提。你爱去甲国民党政府套转来，照国际合约，你迄阵予美国代管，你予蒋介石集团、蒋介石集团来代管啊，迄是代管尔呢，唔是国际法无写讲这块土地怎予你国民党、予你国民党政府中共呢？无呢？无将这个土地移转给他呢？是代管尔呢，哦，国际法写是代管尔呢，啊，所以唔是这块土地，唔是国民党政府，唔是中国的啦，吼，哦，诶，欸，大家诶，欸，我即摆咧讲啊，恁就小可一点理解讲，诶，欸，这块土地到底是伊的来龙去脉是安那，吼，哦，这是迄个较早的组织啦，吼，有中央事务局啊，有迄个政治局哈，啊，这已经即摆阁改组啦，顶一直咧改组，即摆改组甲足个，欸，我用这表吼，要让大家看，就是讲啥呢？咱这4000个你要搞啦吼，台湾的公务员有几个？差不多20-30万啦，欸，啊，你这4000个吼，要去管20-30万人的代志呢？有够无？真拼嘞啦，真拼嘞！咱吼，你看这吼，讲派工，哦，内阁本部，哦，内政部，啊，一、两、三、四、五、六、七、八，八个要去内政部啦。我想吼，那我想啦吼，免一礼拜就去用兵撇啦，转来啊。所以吼，所以伫遮，我有啦语重心长讲吼。人也阁无够，恁来当吼，秘书长有答应讲，你若阁去招两个来吼，啊，写讲这是你推荐来的，这两个吼，别日啦会当含你做伙派出去，啊，你嘛较会当壮大气，啊，无你家一个人去到地，咱这是去拢政务官呢，啊，要去管啊，你家一个人去吼，我遐足惨，来，这公文互你批一下，吼，先批我害啦。配了唔对，掉啦！外哥，啥？外哥是安那？
枪杀呢？伫咱这边政府，那歪哥是枪杀呢？啊，所以吼、哦，足危险啦！啊，所以我有哪讲吼，恁吼、哦，叫恁较低级的啊，换贴的，啊是恁后生啊，查囝，看你做伙受训，啊，别日啦会当做伙派出去。啊，无嘛，上少看你参详看嘛。啊，无你家一个人去一个主管吼、哦，做主管吼、哦，危险啦，危险啦！人民兵变来转来啦。哦，我用这個、用这個意思来讲，咱有波向追向追，但是要管的代志足多啦。啊，你人无够啦，吼、哦、啊，所以也阁无够，所以爱阁一直加人。你呐，一个人即卖这因家受训好个吼，嘛较规定一个人爱阁叫两个来。啊！要派出去，唔够有当，有够来当去管理啦，吼！哦，这足侪啦，这哦，要派的所在够侪，有够侪啦。哦，啊，这是不是较新的迄、那个 USMG 的行政长官吼？啊，主席传七人小组啊，什么国安参谋会议啦，啊，是讲这些的，迄个台湾民政府内阁主席团啦，吼，下骹行政本部啊，足侪。哦，这大工程啊，所以我用这说是要各位讲吼、哦，要职位足多啦，啊，要派出去的人足少啦，实无够啦。好来，哦，你啊知影就是人实在是还阁无够啦，啊，四千个嘛也未够嘞，嘛得要够呢，也未够嘞吼。啊来，啊来，我即摆开始要讲这个主题，目前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是到底是啥啦？哈，嗯，才有几啊点，四五六七，我无要逐，我无时间同逐个讲啦，哈，我来找几个来讲来。台湾地位这个较无遐大要紧。来，第二个我来讲，开始讲这个，第一点是讲台湾不是国家，这是猫尾哦。那个鲍威尔，中东战争以前，伊是主干嘛？吼、哦，正啊，足正的啊！啊了，伊是指挥官嘛？吼、哦，鲍威尔，啊了，美国佮聘请做，美国总统佮聘请做国务卿，吼、哦，这鲍威尔伊讲的话啊，台湾不是国家，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哦，那佮你讲，古早呐，听到说讲台湾不是国家，听了真硬呢。是安那，我也毋是国家，古早都也毋知影吼，啊，听了讲，我是安那台湾，是安那毋是国家，我不享有主权，是不是？我别讲哦，但是伊讲中华民国也不是国家呢 ，ROC 也毋是国家，伊伫这是当时讲的呢，这伊伫北京的 press conference， 就是记者会，伫遮，来，迄、那个。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这是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就是上面条约的23条，我拄仔就讲的，我要让你记了，这23条讲的吼，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哦，23条讲的吼，啊，现由台湾治理当局（台湾 Authority） 代理中，哈、哦，来，讲到迄、那个。Chinese Taipei， 你对 Chinese Taipei 有啥意见无？即摆因中华民国咧参加国际比赛，拢用 Chinese Taipei 嘛，对吧？哦，啊 Chinese Taipei 翻译做啥？中华台北，哦，啊，咱大家听了啊，惯习，中华台北，哈、哦。事实上，这是伫国际上啦。你讲 Chinese Taipei 是啥物呢？来。中间迄个青字无去啦，简写掉了，就是讲啥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Taipei， exile 是啥？来，大家做伙读这句最要紧 ，exile 流亡啦 ，exile 来，我做伙读个 ，exile 哦，啊那日本发音是读到 exile 哦 ，exile 哦。exile， 哎，这是日本发音啦，吼、哦，嘿，咱村的人拢读 exile， 这是日本发音，正式的英语发音 exile， 哦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对，用，这是国际法的规定哦，
一个流氓政府去到倒位吼，爱用迄个实体的名，城市的名，台北城市，啊是不是要用 Chinese 台中 ，Chinese 高雄，拢会杀人哦。未使用 Chinese 台湾哦，迄内当用 Chinese 台湾，迄、国民党政府唔知偌欢喜咧哦 ，Chinese 台湾无。国际法的内底，流亡政府一定会当用城市的名，比如讲法国 （French）， 二次大战叫德国甲占去了，伊流亡去，伊会政府流亡去伦敦，伊袂使讲，伊会使讲 French London， 袂使讲 French England， 啊，都变哦，变英国变你个啦。世界法的规定，流亡政府一定要用都市的名啦，所以法国伦敦。安尼呢？啊，迄上少的都是，迄爱实体大吼，诶、欸，大家嘛要用愈大愈好，较有人要用三点波咧。伊哪会当用台湾？伊上欢喜呢。哦 ，Chinese 台湾，诶、欸，袂当咧国际法内底都无要让你用 Chinese 台湾咧，干来当用实体的名啦吼。韩、国历史大战的孙希望遭遇伤害，叫做 Korea 伤害。不是 Korea China 呢，哦，会当用城市的嘛？伊走去上海，所以有说 Korea 上海，这是国际法的规定啦吼。诶、欸，啊，咱前到当戆戆唔知啊，嘿，奇怪啊，用 Chinese 台北嘞，我台南人伊也无要啊，无我台南呢，你这个中华民国无包括台湾，我台南高雄呢，叫国际法迄名写个，就是无包括啊。哦，刚才流亡政府刚才当用 City。城市的名吼，讲安大家都理解啦吼，就是中华台北一词，就是说中华台北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就中华台北，中央家拢无去啊。哦，来，拄我今日讲的，就是2004年 October 10月25。In a press conference 就是记者会 ，in Beijing 北京，即、這个鲍威尔伫北京讲的话啦，讲这台湾不是独立的，台湾不是享有主权。美国国务卿正式安尼讲啊，讲台湾 is not a country， 哦，唔是国家啦，哦。小第三行，小布希时代的亚洲之星维德林，哦，这是2007。因为有标示讲哦，台湾和中华民国目前在国际上、国际社会不是一个国家了吼。这我无啥，来我来说明这个啦。这点，这个小姐，这个 Catherine 这个小姐吼，伊是啥呢？美国的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部长，伊真不是现实，伊已经落任了。伊是去年6月。落任是安那落任呢？伊伫迄个 Clinton 不，唔是 Clinton， 即奥巴马吼，一直要实行迄个健保，全民健保。啊，美国迄个靠会当互你独占全民健保的咧。美国的迄个保险团体有够济啦。啊，全民健保咧，人民在纳足侪钱，所以以前迄个奥巴马的民调有无？降甲足低啊！哦，咧选举的时阵，你有看到报纸哦？咧选举的时阵。以前唔敢出去工作，咧参议员咧选举，伊唔敢出去做选，因为迄阵的民调都降咧上低的所在。啊，这个小姐讲啊，你若要实施这吼、個，我先难讲，所以伊先辞职啦。伊讲我知影，我这内行的，这个人吼，你们看这个，伊是卫生部长呢，伊看迄个奥巴马吼是做伙咧做啥？以前是 she was governor of Kansas 州的州长呢。对李孔孔山做个李孔孔救，落任了，他叫奥巴马甲请去做卫生部长的呢。哦，这个小姐的新闻是安尼，伊是有哪做，伊咧做州长，奥巴马也咧做州长呢，两个做咧做州长呢，有这个背景啦吼、哦。啊，这个人吼、哦，这个人伫迄、那个2011年5月17日在。美国卫生部长 Catherine 在日内瓦 WHA 上说：“WHA 是啥？
迄毋是叫做 WHO 吗？哦，WHA 跟 WHO 是什么差别？有人知影无？啊？我这跟胡茂一点关系也没有哈、哦。我讲，来来，马紧马紧，我等下较将迄个甲咱解释哦清楚。什么是 WHA？ 什么是 WHO？ 哦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啦。哦 ，WHO 咱拢知影，咱拢知影 WHO 世界卫生组织。WHA 这里 A 就是代表 Assembly 会议啦。世界卫生大会叫做 WHA， 一当开一摆，五月第二礼拜了，就全世界各国的卫生部长拢来日内瓦开会，一礼拜，这个会叫做 WHA， 哦，所以 A 是 Assembly， 世界卫生大会，啊，那用 O 是世界卫生 Organization 是组织。哦，世界卫生组织哈，啊，这是来，伊在这个大会的时候讲安那呢？是安那一开始讲这话了哈，伊就是去予咱台湾一个卫生部长约着啦。哦，这个台湾这个卫生部长，这什么名？我说忽然讲不出来。马英九的爱将迄、那个，较早台北市卫生局长迄、那个，不是，搁较早，有去华人要选馆长啊，提名无着。哦，叶金川，叶金川，迄阵是做卫生署长，爱去开会哦。前高等卫生署长无人会当入去到现场开会呢，拢扛我，我去五六档六档啦，拢做伙坐伫旁听席啊，袂当入去，伊请假会当入去啦。啊是安那，好，伊讲，呵，恁袂当入来，哦，干那我会当入来开会。结果有人随个伫迄个现场都有，恁在。有印象，电视有出来，有一个查某先去甲吐槽。你是代表，伊代表是啥呢 ？PRC 的台湾的卫生署长 ，PRC 是啥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People 人民共和国嘛 ，PRC 就是中国啦。哦，来 PRC， 伊是 PRC 的台湾的卫生部长。刚才要用迄个中国下骹的台湾，整五六十分整到入面啊，开始就即摆甲你当面入面，伊是用中国下骹的台湾啦。啊，所以即个看了有哪袂确定讲，啊你这讲台湾是中国下骹的台湾，伊讲啥？我们已很清楚地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而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一个联合国组织。有片面决定台湾地位的权利哦，恁家拢袂当讲台湾，干那恁袂当讲尔，无伊查某讲，干那恁做嘛，会当讲尔啦，恁家拢袂当讲啊，对吧？哦，是啊，伊也无要讲个清楚，根据《旧金山合约》第23条，这是阮美国占领的，伊唔得讲好出来，无啦，这美国个拢安尼讲一半尔啦。伊若讲讲出来，安尼是就解决啦咧。再讲哦，根据《旧金山合约》23条，这是美国占领的。哎，讲一半也无要讲啊。哦，我拢讲啊，这小美国个反条拢安尼讲话讲一半尔。哦，啊，伊伫旧年，伫旧年就伊我甲伊讲个，伊旧年六月就死啦啦。吼，因为健保政策歹推行，啊，所以伊辞职啦。吼，伊辞职。即摆讲换一个。来，这吼 WHO 是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世界卫生组织，啊，一个是 World Health Assembly 世界卫生大会，吼，这样 WHA 跟 WHO， 你即摆啦，迄个报纸啦下出来，你就知影讲哦 ，WHA， 是那个 A， 就是迄个咧开会，迄个一礼拜，迄个叫做 WHA， 哦，拢总。194个国家啦，吼，194个国家做会员参加。哦，啊，这我古早吼，拢逐当都去啦。啊，这是迄、那个，就是内外迄个联合国总部诶大会议堂啦。啊，我拢会当，阮敢会当去迄个旁听席上，去啊旁听尔啦。啊，那卫生署长拢扛阮做伙去旁听，拢坐伫遮尔啦，吼。
而且哦啊，这都系今年帮恁种咧。啊，迄中国吼，哦，有那足迄夭寿的，伊拢派迄个留学生吼，慢慢去抢，因为差不多60张的帮恁种了嘛。哦，伊嘛透早去办，阮就搁比伊较早，搁明年阮就比伊较早去办，去领帮恁种啊，透早就去摆啊。啊，排到到无啦，就为止啊！吼，啊，阮好个在，阮拢足早就去，足早就啊去排队安尼，拢排有着旁边证啊！中国嘛排足侪去啦！吼，啊，因为去参加的人吼足侪是台湾去的，啊，搁美国的一挂医生，啊，搁欧洲的一挂医生，拢去咧旁边嘛！吼，啊，迄当我去旁边，迄帮我去我拢总去六当啦！吼，啊，迄当多台湾杀死啦！哦，有啊，迄当2004的款啊，拄啊台湾 SARS， 啊是05拄啊 SARS， 啊，即摆咱着申请要加入吼，中华民国申请要加入，啊伊即个中国的即个卫生部长，伊姓高，名号做强，伊着高，号做高强嘛，伊个名号做高强，哦，都起来臭蛋呢，伫个因要加入，爱就出来反对讲，台湾唔免加入，因为安那唔免加，台湾是阮的，哦。台湾人的生命的健康是我们在照顾的，哦，贵怕的，咱的健康也在照顾的啦。台湾的 SARS 是我们一直教导他们，提供他们物资，在让他们抵抗 SARS 的。哎，讲起来话，你听了会安那？佩服，我也真正佩服啦。啊，我这个人未堪你伊安尼操蛋，我当站起来，当伫个边啊，用英语甲讲。Liar 是啥 ？Liar， 说谎者。你要来台湾，就搁安那来嘞？你台湾人个肯讲你咧照顾呢？啊，我们血脉相连。即啰，我这这我有录音呢。今日是拄啊无机会，无我就放起个录音互你听。哦，你听了真正佩服。我真正起来甲抢，啊去抢是安那？警察随我来啊！唔是，我家己口罩用的，迄别人掠出去啦。啊，伊尊重我是医生，啊，我口罩我穿白衫呢，我迄只白衫也穿了呢。啊，我口罩挂咧，紧转来我位，啊，别人去互掠出去，看我出来咧话，拢去互掠出去呢。啊，伊尊重我，我搁坐咧。你啥？来，你看报纸，我向诶，你这就看有啦吼。扣关再失利，吼。啊，这是《中华日报》啦，啊，搁一个《中国时报》，我一生都啊。这两部甲报第一版的啦，啊，我去第一版的拄啊这版啦，我一生拄啊这個，哎，啊，我以后我来参加民政府，我甲秘书长讲，哎，拢嘛厉害，你也无要较早甲人讲，我那时阵，咱那时阵拢唔知啊，台湾唔是国家，啊，唔是国家就袂当加入国际组织啦，那时阵即摆还搁咧迄个联合国也有无？加入联合国的什么团有无？先达团。啊！你都唔是国家，你要哪个加入啦？所以，迄种假啦。我甲秘书了讲，那么厉害，你也要较早讲嘞。哎，阮唔知啊。啊，我哎，我达五六单嘞，啊，达人拢自费去的呢。嘿，去吼，我着搁招便宜，迄个二三十个会向音乐个唱歌，因为头下去吼，遐因个迄个土行者去吼，拢个举起个牌啊，抗议安尼牌啊安尼啊。我其实用迄个。管风琴吼，什么啥拢炸去，爱唱歌。台湾转胜利，台湾转，但咩唱哦？记者看咧，伫这个大门口哦。啊，那记者无来讲吼，休困咧，爱唱一早起呢。迄下昼我开始开会，我来唱一早起呢。啊，那记者无来，我就讲哎休休休，好休困啦。啊了哦，啊你啊我啊你去走六七档呢。啊，讲即摆想话啊，迄阵唔捌字。唔捌你个兼无卫生，也唔知道，迄都袂当加你袂啊！哇、哦，走脏啊！拢自费呢。啊变啊吼，还讲你做领队好，甲我挂行政院顾问，啊，好啊，我带队去的呢。啊，通知啊，迄个美国吼、哦、来呀，跟做伙带来唱歌，啊，我着唱歌有哪较来啊？哦，啊，跟面做伙安尼，哇、哦，六七档一，每档拢爱唱一早起呢，嘿，啊，为着台湾呐、啊，啊，微笑。Come back， 那阵麦克阿萨去菲律宾离开的时候讲 ，We shall come back， 哦，我们将回来。现在，迄只歌，吼、哦，我拢一直唱，当唱啦。结果，咱也知影这理论了，就知影啊，台湾不是国家，怎么加入国组织呢？哦，拢假啦，迄拢假了的啦。啊，就这理论，我即摆
回来读了，知影了讲啊，啊，原来迄种假啦吼，哦，吓啦，伊讲四位旁支席上呛声，新楼院长红了，啊，是真正我无人敢甲呛声，啊，佮看一个立委，伊也做伙对我后壁起来，迄个叫掠起来，迄个是中华的一个立委啦，叫掠出去，掠出去外口，啊我。乖，我口罩挂了，经过坐咧，无叫你也注意啦。啊，你也注意也无要紧啦，吼，好也注意也无要紧啦。来，这是拄我食迄个 Kessler 讲的，恁世界联合国无人会当讲到台湾啦，台湾干那阮美国会当讲尔啦吼，因为美国是根据《旧金山合约》第三条讲的，台湾是我们占领的哦，哦，这个《旧金山合约》内底写个足清楚啊。来，阿个另外这篇文章哦，台湾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土地。自由时报的2013年6月9日，要看两当前哈，自由时报播的啦哈，有一个星期一篇报道，写讲像因为驻美特派员曹一芬华府7日报道哦，阿咱家是变作咱是变作7日，咱家是变6月7号播的啦。来，是安那美国？他会去报这报道呢？报纸一流报纸，美国是安那？因为美国知影讲习近平要去见奥巴马，吼、哦，要访问啦。伫迄个6月中要访问，啊，所以伊伫六月，美国伫6月初吼、哦，将二次大战过来迄个机密文件吼、哦，一直甲解密，一直甲放出来，解密啦，解密出来讲在。这啊，这解密啊，讲哦，台湾在法律地位上不是中华民国的，哇、哦，这块有诶无啊，放个足侪迄个解密条件呐、啊，哦，解密文章，哦，迄些东西准拢保密的啊，这么解密料出来，讲诶，台湾唔是中国，啊唔是中华民国的，啊唔是你中国，伊叫做伊叫中国啦，吼、哦、，PRC 嘛。唔是 ROC， 嘛唔是 PRC 的啦，吼、哦，诶、欸，阿胖胖咧，结局习近平去办去访问吼，半句话嘛唔敢讲，唔敢讲着台湾，诶、欸，两当前去办去拢无讲着台湾呢，伊唔敢讲讨台湾呢，伊讲啊人都甲你放遐侪消息啦，你去你加讲说加片下帮你讲啊，你说，嘿、欸，个感冒卫生哦，无错。哦，所以拢无讲哦，一摆去迄个习近平拢无讲半项哦，哎、欸，来，遮有一句吼、哦，我爱予各位特别记起来，就是，遮我画个遮，台湾的法律地位，安那，仍是被占领的领土呢，哎、欸，两当前即个报纸就写讲美国，即种美国发表的啦吼。台湾的法律地位，结果台湾的法律地位是啥？美国占领的呢，被占领的领土了。我直接我查一下，我直接无写出来。来，迄、那个要参加 WTO 的时阵吼，迄阵蔡英文大概还是咧做啥？李登辉派伊去参加 WTO， 啊要加入 WTO 啦。啊 WTO 吼，诶人甲讲，诶。利用独立关税领域区，阮就会当互你参加啦。哦，啊，伊当个报告讲，啊，因遐就讲，我若用独立关税领域区，就互你参加。啊，咱遮大家唔知影独立关税领域区是啥啊？哦，啊，无去查，啊，就参加啦。称啊，你看，我去搞成了成功，会当加入 WTO 呢。我咧最近，咱去查咧，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区？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区？被占领的地方叫让是独立关税领域区了。被占领的地区啊，台湾是被占领的地区，所以可以用独立关税领域区来参加了。啊，那不是，那是国家就直接加入就好了。啊，咱是哦，欢迎啊，不是好，一旦加入 WTO 哦，做迄个独立关税领域区。那时候那Chinese台北，那种哦，独立关税领域区的是被占领的地方的
会当用这个来参加啦，哦，啊，所以迄阵也嘛唔知影讲啥讲，哎、欸，啊，都用这个独立关税领域区就会当参加劳碌机哦，那是因是用独立关税领域区，事实上独立关税领域区就是被占领的地方，迄是用伫美国也在对迄阵跟 Mexico 咧战争的时阵，啊有占领到位，啊了。迄、那个所在要报税，要交税，啊，人用迄个所在做独立，讲啊，啊，恁被占领的地区用独立关税领域区来参加安尼啦吼，诶、欸，迄是迄，好来，所以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土地了哈，占领的领土。哎、欸、呀，我即摆就要讲的以前吼，我先要诶、欸、来给各位看一个影片吼，稍十分钟，就是。迄、那个一个中国政策，啊，恁伫咧看这个、伊也有专门的说明吼，啊，迄、那个你讲诶，那讲着 PRC， 就是咧讲中国，啊，你讲 RC， 就是咧讲这個流氓政府，吼、哦，恁头壳记好清楚，伊咧讲 PRC， 啊是 ROC， 啊是啥吼、哦？来，即摆来甲放这个、One China Policy， 一个中国政策，来。Many professors, researchers, think tank scholars, academics, and even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confused about the subject of China. Some people who profess to have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is entire matter are quite vehement in claiming that there are two Chinas. We are forced to ask, why does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insist on saying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Let's go back to the year of 2004, testifying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April 21st, 2004,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ames Kelly, was asked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He was unable to do so. Unfortunately, from 2004 to the present,No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have offered any further detailed remarks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This is very puzzling to many people.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s insistence on one China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reference to a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largely unknown to most civilians. That is, the laws of war and their subset, the laws of occupation.With no knowledge of this branch of law, most persons assume that the dispute over two Chinas arose due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of the 1940s. However, t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s in error. More accurately, the Taiwan question must be understood as an issue left over from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Many of the so-called China experts seem to acquiesce to the idea that Chiang Kai-she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def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25, 1945 Japanese surrender ceremonies in Taiwan any way he wanted. At those ceremonies, CKS military officers sai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now belonged to China and proclaimed Taiwan Retrocession Day. Under the laws of war, however, which includ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Hague Conventions, and other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precedent, such an explanation is impossible.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only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conqueror has the right and indeed the obligation to conduct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conquered territory.To delineate any transfer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 formal peace treaty is necessary. All military attacks, or at least 99.5% against Taiwan in the World War II period, were made by U.S. military forces. But General MacArthur delegated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occupa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under CKS.Japanese sovereignty continued after October 1945,
since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did not come into effect until April 28, 1952. Notably, the SFPT designates the US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With the above information, we can quickly make three important observations. First, beginning October 25, 1945, the ROC was only exercising delegated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Second, in December 1949, when the ROC moved its central government to occupied Taiwan, it was moving outside of Chinese national territory. Third, with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e peace treaty in 1952, the Allies have disbanded.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i.e.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has assented tacitly or otherwise to pre-existing arrangements for continuing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In other words, the ROC is serving as a proxy occupation force for the USA, in addition to maintaining its status as a government in exile. At this point, two questions may be asked. Number one, is Taiwan a part of the ROC? Number two, is Taiwan a part of the PRC?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has never recognized the forcible incorporation of Taiwan into the terri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nce, the answer to these two questions should be very clear. Relevant documentation is as follows.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ROC. In the case of Shung versus Rogers, D.C. Circuit, October 6, 1959, quoting from official pronouncem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judges held that the provisional capit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at Taipei, Taiwan since December 1949.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ercises authority over the islan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Formosa has not been transferred to China, and that Formosa is not a part of China as a country, at least not as yet, and not until and unless appropriate treaties are hereafter entered into. Formosa may be said to be a territory or an area occupied and administer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it is not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being a p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PRC. In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dated July 9, 2007, the following points were made. 1.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explicitly state the sovereign status of Taiwan in the three U.S. PRC joint communiques of 1972, 1979, and 1982. 2.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d the One China position of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3.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he PRC's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4.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aiwan as a sovereign country. And 5. U.S. policy has considered Taiwan's status as undetermined. In conclus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unded October 1, 1949 in Beijing, is the sol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Taiwan does not belong to China, nor is it an independent entity. Taiwan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oes this mean that Taiwan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answer is no. Taiwan's legal status is a type of quasi-USA trusteeship under military government within the U.S. insular law framework. Hopefully, U.S. executive branch officials can be more precise in explaining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behind the One China policy in the near future.
我要搁看伊咧，伊咧，好来来，要看这 image credit。好来，停咧，停咧，停咧。这个就是提供单位的所在吼，我要给各位看一下，来。Department of Defense 国防部啦吼，吼、哦，啊，国防部下骹是啥 ？USMG 哦，美国军政府咧管台湾的这个 TW 是台湾啦，哦，哎，这拢写个足清楚的呢。USMG 吼、哦，我要给各位懂的，你看这啦。Department of Defense 国防部 Defense 是。Defense 是防御嘛，吼，国防部里面的 USMG 诶，台湾这个军政府呢，哦，所以这咱我拄仔一直咧讲，一直咧讲诶，哦 ，OK， 这个我有哪有将这个翻译个，都是伊说内底美国军事政府台湾 USMG 诶 TW， 咱拢知影 TW 就是台湾啦，吼。USMG 的 TW 哈，好，来，所以结论讲，台湾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 occupied 就是占领，啊 ，territory 是领土 of the USA， 美国哈，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区啊，来，这是什么意思？People on Taiwan 什么意思？你是不是 People on Taiwan？ 不是，啊，你是吧？不是，什么人是 People on Taiwan？ 举手我看麦。我来讲 ，I am People on Taiwan。往台湾就是讲住伫台湾的人啦，所以马英九是不是 people 往台湾？对对对，住伫台湾呐、啊，你是不是住伫台湾？对，我即摆一直要讲这个 people 往台湾，就是住伫台湾的人。我是安那一直要讲这個呢，搁下骹搁一字，敢那一字的差伫遮，就是 people of Taiwan， I am people of Taiwan， 对不？我是台湾人对啊 ，People of Taiwan， 台湾人叫做 People of Taiwan 啊。当时我嘛是 People of Taiwan， 同时我也 People of Taiwan， 对不？对啊，我是两行拢有呢。我嘛是住伫台湾的人，我嘛是台湾人。马英九是 People of Taiwan， 可是他 He is not a People of Taiwan， 伊唔是 People of Taiwan， 伊唔是台湾人，伊是住伫台湾的人哦。我想要一直要各国的分别这呢，迄个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吼，吼台湾关系法，哎，靠一个国家讲伊家己去制作台湾关系法，啊，就会当对别个国家，咱也是一个国家，伊会当家己对因国讲，来，咱来制作台湾关系法，啊，拢唔免咱的同意呢，唔免啊，这伊点样的所在啊，所以伊才制作台湾关系法，这个台湾关系法。对象是对象呢 ，People on Taiwan， 美国所定的台湾关系法是对 People on Taiwan， 所以是对马英九啦，什么啥啦，刚刚无对着金门马祖呢啦 ，People on Taiwan 就是台湾平和呢啦吼，现在台湾关系法是对 People on Taiwan， 也对象是家，吼，咱起码一直咧落这个是个，你爱做一个法来。哦，台湾对阮只台湾人，你伊无法度通讲啊！哦，这我即摆 on 跟 off， 恁大家爱分得清楚。on 是就是住伫遮的人，啊 ，off 是实在是遮的人，哦，实在是遮的人，哦，哎，咱一直要争取这个 p e o p 伊爱定一个法律来对咱 people of 台湾，迄、那个台湾关系法是对 people on 台湾，哦，啊，所以迄个台湾关系法无包括着金门马祖呢。台湾呢？哦，哎、欸，来，这边我解释了吼，就是寡重要的观念，我来给咱厘清吼。来，
我才甲咱讲的，爱记得第古球三号约三条，咱第一条二 B， 二 B 吼先记得掉二，啊，这二是咧讲啥呢？日本放弃台湾的，等下，放弃台湾领土的管辖权呢？来，这间公司吼，我是董事长，啊，我现在不爱管这间公司，我买当税给你，这间公司给你管，但是给你管的这间公司还阁想的，我跟你签约几单，我就是几单啊，几单给你管尔，主管是谁？还阁我的，吼。日本是跟他放弃管辖领土的管辖权呢？主权是谁？日本啊！日本啊！日本天皇的啊！哦，我还佫讲一较详细的，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对无？这就佫广告队是安怎佮是日本天皇的？是安怎佮是日本天皇？来，无要紧，这个问题我等下甲咱解释吼。咱。哦，这个法律吼，什么吼？是安那个入时，是安那个美战，咱这拢有，唔是乌白咧画的啦吼、哦。来，这个第二批先放弃台湾的管辖权哦，啊，美国的基于事实有执行，对这二十三条A 有权利取得日本所放弃台湾的领土管辖权，唔是得到美国，唔是得到台湾的主权哦。管辖权了哦，这咱头壳爱分得清楚。我一直咧解释这，互咱知影吼。来，这讲着，我一直咧讲的第二 B 啊，第三 A 拢有讲着啦。啊，搁是第四咧，是咧讲啥？第四 B 啊，我真唔知有笑。来，第四 B 就是咧讲着 USMG， 伊喺伫军事上合约内底。写个讲足清楚 ，USMG 就是美国军政来管，唔是美国来管的，是用美国军政府来管的啦，吼，来管这啦，吼。这是第四条，第四条 B 写啊，所以二 B、四 B 跟二三 A， 二三 A 是讲美国来占领的，哦，这三条呢，剩的就免去插伊啦，剩的看咱台湾。谈起来无讲着台湾啦吼，啊，所以这三条有讲着台湾的代志吼。来，这个一直在讲吼 ，People of Taiwan 将台湾领土主权转移本土台湾人 ，People of Taiwan 而非台湾关系法所生的台湾关系法的对象是 People on Taiwan。来，台湾是要实行 autonomy 主地，唔是要 self determination， 唔是要主权啦。咱无管理通主权啦，因为这个土地唔是咱的，咱无法度通主权。那是咱的吼，都有法度主权。咱那一个是殖民地的时阵，都有法度主权。咱即卖唔是殖民地呢，咱即卖是日本的领土。我阁说明这个领土给咱听了哦。来，即卖台湾这块土地是谁的？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诶，对无？对。我伫台南不是胡伦霞拢请我演讲，我讲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诶，对无？百几个大家拢举手，对。啊，这个选举咧用个啦。台湾是台湾住伫台湾的人，对无？对。这个选举啦。咱无要根据这个选举啦，什么情感语言，咱来照国际法来讲。哦，咱政府一直咧讲，就是咧照国际法。啊，国际法是安那嘿的吼。好来 ，Ambassador Hotel， 这必须顾虑了。Ambassador 就是国宾啦，哈，国宾饭店。我去台南饭店，因讲讲，住伫台南饭店的人，就是台南饭店，就是住伫台南饭店的人的，对无？唔对，大家知影唔对咧？哎呀，是啊，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对无？对，哎，是啊啦，啊是差伫对。查理对，两个大家普通人的反应，查理对，甲一个讲是，一个讲唔是。来，恁这要互恁人来甲你讲啊，你就爱讲解释。你即摆受训过啦，你就爱解释。因为啥？所有权算、经营管理权、
台湾的所有权上你对，日本天皇呀，国民问题的哎呀，国民的当时就呀，所以你袂当讲到底台湾就是我台湾，我就是台湾就是我的，我来带国民论点，国民就是我的，都爱分迄、那个你这个所有权是谁嘛，唔是你去带到你的啦，哦，变作带六七十当。哦，国民党政府来带六七十当讲变作伊个，无迄个道理嘛，都无迄个法律啦。来，要从法律及国际条约来找，不要只用感情因素或者是政治语言的酸苦。哦，台湾是到底台湾人？哎，对不？对对哦，拍婆阿欢喜个哦，爽个安尼，唔是咧用感情的因素咧讲个，还要叫你起来啦，吼、哦，哎，来。台湾这个是谁的？1895年4月17日，下关条约。我今麦一直要甲咱导正一下吼。所在这条约伫什么所在定的？都爱用什么所在的名啦？伊是日本的西摩罗设计定的，伊是叫做下关哦，西摩罗设计哦。啊，中满清政府甲讲迄马关呐，啊，咱也对讲马关呐，伊做西摩罗设计啊，就是下关呐、啊。这条约是合作下关条约，所以你要受分过，唔通讲马关条约啦，都爱讲西摩罗设计下关条约，伫遮定的啦吼。唔是啦，伊改的啦，伊改做唔，伊都改名，唔是用迄条约的名，都爱用伫倒位定的，叫做迄伫下关定的，所以叫做啊是安那靠下关条约，是安那靠定下关条约，啊？就。甲午战争对，清朝书吧，然后开引起甲午战争，啊？无关呢。来，有人知影无？然后开引起甲午战争，好，好，马进来，唔免阁了时间，因为无啥时间，我来讲。朝鲜吼，古早是中国咧管的对无？特当咧进攻。啊，逐当咧糟蹋啦！啊，有代志伊也无要甲保护啦，哦！啊，去互苏联咧欺负，去互谁咧欺负？伊即摆讲，日本你即摆迄个明治维新了吼，哦，你强起来，以前军舰啦，啥物啥拢开始用起来，讲，日本老大啊，我来互你管监好，哦，安尼啦，韩国哦，甲朝鲜啦，去甲讲，我来互你管监好，日本讲，好、哦，我来管哦，啊，同啊要来管，啊，啥物人都唔嘛，完全唔嘛。因为这我咧管的，什么换你要来管？啊，所以两个就为着安尼强起来了，为着安尼有甲午战争了，哦哦，来，等下我讲啦，我讲迄个是安那下关条约的第一条吼，就是写着韩国的，唔是写台湾的代志的。来，下关条约是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对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是咱知影土地所有关系，当时长对当时长，皇帝对皇帝的啦，唔是你这个政府对政府的，政府无所有权啦，是头家皇帝才有这个主所有权啦吼，安尼对皇帝，满清的皇帝对日本皇帝，伊这个啊，所以讲台湾这个合理是对家来吼，哦，这是原文啦吼。大清帝国大皇帝啊什么对是大日本吼安尼，来下关条约拢总有十一条啦吼，啊这是李鸿章跟民间李金芳吼做伙去日本，伫西摩罗设计的所在，跟伊藤博文吼啊跟陆奥忠光去定的条约，第一条条约是啥？中国人民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治国。啊，实在是这样，哇！你不能管啊！哦，我即卖清朝，跟我无跟清朝无关的啦。第一条是写这样的，所以是安那开第一条写这個，因为为着朝鲜来战争的啦。哦，啊，所以承认讲，好，朝鲜你家己放你独立啦。啊，实在是人你不能管嘛。哦，这样你知影。啊，第二条佮写讲。那个奉天
啊，含台湾，啊，含澎湖，奉天就是辽东半岛。来，我直接存无老久，我爱讲一个，奉这辽东半岛是安那，它也阁被要回去了哈。伫世界公国内底，领土袂当移转，干那一片地会当移转尔。来，台湾、澎湖，迄阵拢是清朝的一片地啊。可是辽东半岛呢，是清朝的领土哦。土地有分这两种，一种是领土，一种是殖民地，哦，殖民地。辽东半岛是领土，世界公开内底领土拢袂当移转。啊，所以虽然挂号了，过半冬了，苏联啦、跟德国啦，现在就出来讲哦，袂使，这人的领土，你袂使安那哩哈。对，这是伊的迄个嘛，迄个下关条约的内容啦哈。伫遮四月十七吼，九五，啊，所以四月十七，台湾就变日本天皇的啦哈。啊来，伊下关条让日本是违反国际法，固有领土神圣不可分割。俄国、联合法国、德国齐出抗议，迫使日本伫十一月，伊伫四月十一下关条约到十一月。他去有大清帝国个交签订交还条约个协议，哦，啊协议个钱来啊，个千几万两，日本佮摕这个钱去起京都来个帝国大学，你迄阵日本佮一间土叫东京帝大呢，伊用这个钱去起京都帝大，哦，迄是历史，我去查迄个历史下，用这条钱摕来建设因的京都帝大啦，京都帝国大学哈、哦。来，土地有两种啦哈、哦，一种是叫做卡尼殖民地才可被割让，领土不可被割让。哦，1890年台湾是清朝的殖民地哈、哦，是迄个卡尼才可被割让给日本天皇。因为从1898年美西战争，西班牙战败，而将波多黎各、库巴、古巴、菲律宾等西班牙的殖民地割让给美国为殖民地，哦，啊，殖民地伊到尾就去做独立啊，哦，哦，国这古早的台湾是干哪安尼呢？因为这后山哦，清朝根本管无着啦，哦，后山伊管无着啦，伊干哪有成立迄个军啦，甚物啥个，干那征山了，所以台湾地图画起来是安尼啦，吼、哦。伊后壁伊管无着，伊干那管着头前尔。啊，日本吼、哦、有那可能呢，对征服全台湾吼、哦，伊1895年摕着台湾了，1920年，较后山遐，嘿，较攻拢攻20年呢，吼、哦，啊。遐拢住塔加萨古，高沙塔加萨古哦，咱即摆无讲原住民，咱讲塔加萨古，就是高沙族。高沙族是日本的皇太子来台湾讲，哦，这塔加萨古，塔加萨古意思是足水的名啦。伊讲啊，遮个人佫会唱歌佫会，嘿，这塔加萨古啊，佮好迄个名，所以叫做咱即摆咧称呼嘛是讲，因就是塔加萨古哦。来，这个。1937年起到1945年，内地人来要讲这以前，我阁先讲一个北海道。哦，大家知影北海道，北海道是毋是日本的？是啊，也是日本的诶领土，对吧？但是上头啊咧，是日本的殖民地呢。日本去甲迄个北海道占领，啊，伊就去问美国的一个世界官。法的官威讲：“哎、欸，啊，这块土地我那变作我的领土，虽然是殖民地，我变成我的变作领土。有些要紧的条件就是，你的无，你的个教育，啊，你的个创什么东西，和人民哦，要和内地延伸。你的宪法实施于北海道，北海道的变你的领土，安尼啦。啊，所以日本嘛照安尼行。哦，啊，所以北海道变作日本的领土了、哦。”唔是迄个殖民地哦，变作领土哦，经过有那几十档的啦。伊即卖台湾，伊退掉，伊嘛是照这样话啦。1937年开始，一直到1945年这个中间，互你改名啦，甲你教育啦，啊，到尾1945年4月7，宪法实施于台湾，
台湾派迄个像参议员，去日本啊。台湾1945年4月1号变成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哎、欸，这种形容词了哈，神圣不可，还、啊、是固有这种领土就是袂使了哈。啊，台湾已经是变成日本的固有领土了呢。哎、欸，来，你咧行啥去？去相分去？世界法的规定就是台湾这个土地，你无能啊，你就袂当甲管。对，日本伊嘛知影讲，哎、欸，你袂当甲管。虽然是啥物叫美国啊，安尼个压条咧，国际法的内底就是袂使甲管的。哦，恁知影这历史就是哦，叫世界公约。阿哥是四月七啦，这就要紧的啦。日本天皇下诏书，日本这个宪法实施于台湾。这个进程，四月七这个进程，台湾人调去做兵，叫做啥？啊？无啦，要做日本兵，刚才当做军夫尔啦，我讲，嘿，军夫啦，你袂当去做。四月七以后调去的兵啊，变做啥？日本皇军啊！啊，所以迄阵调足侪塔加萨五去。做日本皇军吼、哦，大家称啊！哎、欸，我这皇军呢，哦，去东南亚吼，因咧大家受过足够小阵的，伊讲来配配叫，大家有影东南亚大家走无路啊吼！迄、哦、阵就是皇军啦呢，因为就是啥实施宪法实施于台湾，台湾变作日本的领土，所以说征兵就是皇军啦，唔是军夫啊呢，哦啊这我要给说明这啦哈、哦，来。台湾依法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如同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的。哦，欸，这个唔免讲啦，Portsmouth， 这个就是，不是，迄个日俄战争，日本跟俄西亚战争，啊，迄个俄西亚都好，迄个军队嘛，照样的，伫迄个地中海遐的舰队是世界常用的。伊讲，那日本咧行咧啥？我调起来，跟你日本强啊！啊，结果伊对遐转来，唔知了一两个月，才转来，精疲力尽，本守株待兔，底下咧等伊，等伊到转来，哒哒哒一暗，所有军舰拢叫日本甲歼灭啦！啊，唔该去顶，啊是美国的总统出来调停，啊伫 Portsmouth 这个里面，伫迄个所在叫 New Hampshire， 美国的 New Hampshire 就是迄、那个或者在新汉布斯州就是 Boston， 诶，店面吼，卡里诶，店面一个叫做迄个 New Hampshire， 迄个所在 Portsmouth， 啊，所以这个条约，我跟你讲，你对顶个条约就是叫做什么条约？这个叫做 Portsmouth， 这个叫做 Portsmouth 条约，就是普兹茅斯条约 Portsmouth， 哦，这无时间通讲啊，因为今仔日吼，遐12点，啊，咱家爱早10分钟下课。通食饭，啊无到时吼，咱无通食，因遐会食了了，所以咱五十下课先来食，哦，55分钟啦，所以我将这个要紧的，来，迄、那个北方四岛，咱大家稍微知影者，北方四岛吼，迄、是日本人啦，叫苏联甲占去啦，啊苏联我知影理亏啦，啊所以日本去好，伊讲啊好啦，无一半行李啦，苏联有讲一半。有一半要向日本的，啊，日本减袂，啊，迄个一半是甚物一半呢？来，一、二、三、四，这是在北方四岛是咧攻击四地啦。啊，迄、那个苏联讲好啊，这两地一人分一半啦，你两地我两地啦，这两地行你啦，啊，这两地我的啦。来，兄弟。迄两块细地是100平方公尺呢，啊，这250，啊，剩下拢几千呢，伊讲一半，当然日本嘛，四地拢爱套的，别日来靠咱去套，哦，因为真个日本政府是和平宪法的日本政府，啊，咱也都是民主宪法的台湾呢，哎，所以伊日本政府无管通去套遐啦，哦，各照国际法律，到咱台湾会当出面，因为咱是民主宪法的台湾嘛，啊，伊是。大整了变成和平宪法的日本政府，哎，唔免派兵啦，这国际法内底，咱就要甲讨啊咧，哎，来啊，这我拢唔免讲，
我搁用一个图给各位看一下哈。这个麦卡萨哈，麦卡萨哈，这个哈，有啊，足无站在的了哈，实在是足无站在了。别日啦，这有啊，这麦卡萨公路爱甲改名，甲改转来。这个哈，伊讲哦，伊有迄美国总统来讲，伊派迄个乡呢，中国就是中国大中国的迄个大陆的部分，中国大陆除满洲政府以外，台湾爱给北越向蒋介石投降了哈。啊，甲满洲，啊，甲北朝鲜。啊，咁库页岛向迄个苏联导航啦，啊，所以蒋介石爱占三位嘛，就是占中国啊，啊占台湾，啊个占北越嘛，有去北越无？有，伊去北越派卢越带20万的军队去半东尔，遐咧基因，因家己无人食咧，伊个无，啊那来占台湾咧，有够好，糖啊多，米啊多，逐项多，吼、哦，有够多，一占。人这吼、喔，派去倒去，怎个拢三个月就退退啊呢？干咱一占占几十栋啊？一栋，咱台湾人实在有够歹命啦吼！去后即个占一个安怎占几十栋的吼？来，马进这哦，来，我要用一张哦。这是讲吼、喔，伊吼、喔、一纸公文，您啊在变色，过日就变色，你是中国人啦！啊，照国际法的规定。是袂使安尼用呢？国际法要变更，应该是自动、自愿、意愿含合法呢？哦，来，这我无闲人讲，这我最后一张图，各位看一下得。特别，来，你看了这张图不？哦，啊，这张图是咧讲啥？嘿，在伊人民的孙啦，伊人民的孙啦，啊，伫迄个总统府的内底啦，啊，咧用这张图啦，啊，你啊看这张图是啥？这是什么旗？什么旗？东旗嘛，不是安尼咧？东旗，啊？不是为什么是一正式的。我跟你讲，伊拉克战败的时阵，伊有几个民政府，你敢知影？几百个民政府啦。啊，美国去将伫美国迄个三五个迄个民政府，甲摕转去伊拉克，互伊执政啦。马英九学国际法呢，伊嘛知影讲这个土地，别日那是爱互民政府来管呢。家己用这個要做民政府。你要看这個，啊，咱台湾民政府哦，足够生囝，咱怎啊生过来囝呢？哦，后迄什么台湾政府，什么后什么美国的，什么啥啥，哦，足侪啊，台湾政府啦，现在这啥四个囝、五个囝啦。别日啦，美国会将这政权交予谁？什么人去告美国的？林志坚率领28个人去告美国政府，胜诉。别日啦。一定会将这个政权交予民政府，所以我甲恁建议，恁对了就对啦，哦，恁对了就对啦，哦，因为还阁足侪，我今仔用到这，因为要予各位食饭较稳的吼，咱先来食饭，好，哦，谢谢大家啊，谢谢。